翻到嚟第二節嘅百鬼夜遊，會唔會好大聲爆麥啊？呢個唔係，係啦，因為我睇嗰條 range 好似頂曬頂咁喎，係嘛？系咯，爆晒啊！爆晒！好，又到月尾啦，咁样，因为下个礼拜就已经系月头啦。系啊，下个礼拜就系呢个月饼节啦。系咯，啱啱喺出面又食咗月饼。吓，你食咗啦？出面系啊，有啊，有，我冇，我冇。哎呀，又留翻嚿俾阿师。系咯，系咯，系咯。咁喺临讲之前啦，因为我唔知啊，有少少。拗拗地啊！你当我咁系啦，以下嘅内容咧，实属系传说嚟嘅啫，而且又或者系传闻嚟嘅啫，系咯，都市传说，都市传说嚟嘅咁样，系咯，就系、是、以讹传讹，大部分都系冇乜根据嘅，可以话俾你听，咁样亦都好难证实嘅，系啦，冇无法证实嘅，系啦，系咯，即系咁样啦，因为牵涉嗰啲内容咧。就有啲賄賂，有嗰啲咁嘅成分喺度咧，就傳聞、傳聞、傳聞，所以就要咁樣講，係啦，因為牽涉哇，屌有啲犯罪嘢咁樣嘅屌，係咯，又有人死喎咁樣，所以都係傳聞啦，係啦，所以都係傳聞嚟嘅啫，咁未經證實听当古仔听咗就算啦，冇认真嘅。系啦，但系所以真系灵异传说嚟嘅。系啦，系啦，灵异传说。传说嘛。系啊。我想讲呢个时机讲就系啱。点解咧？咪因为佢其实咧，又啱啱呢个几礼拜都有几多新闻。行山 plan 咯。系啦。咦？一讲行山 plan 应该大家有啲意识噶啦吧？系啦，佢开放咗，即系而家咁讲啊，因为一路大家都唔知道我讲咩。海洋公园啊嘅灵异传说啊，其实就灵异传说啊，系啦。咦，咁佢今年仲有冇哈鲁威嘅咧？好似有啊。呢个就唔知道，因为如果系咯，疫情所谓嘅系咯，所谓用翻龙虾呢动作，因为佢啱啱决定十月先至有啲新嘅玩法俾人哋去啊嘛。系咯，阿迪迪嚟都话开翻，都系又唔系开晒嘅。唔开星期二、星期四。系啦，咁啊，海洋公园又话开翻有啲新 plan， 究竟佢哈鲁威仲有冇咧？系咯，有啲半年任玩 plan 啊，然之后。佢而家又有個咩？你話齋行山啊，又有做瑜伽啊，啊係啊，瑜伽喎，勁啊！係咯，但係我有留意佢究竟點玩法，原來額外又要收錢嘅喎，咁麻煩，即係點啊？我入咗場有入場費，係啊，入到去再做瑜伽再俾錢，係啊，咁我點樣去做瑜伽？係咯，我就點？我奇怪佢又好似嗱瑜伽好似$80嘅，額外再收，行山都要收多嚿水喎。嚇！行山再收到水，但我入场唔系要俾钱噶啦咩？系啊，300几咯，咁啊变$400，系啊，咁啊去到滴滴嚟。我觉得好奇怪咯，唔系我唔知佢啲条款细则定系乜嘢啊，系咯，系咯，哦，即系 check one 都系咁讲，今年冇咗意先整呢啲咁样，咁系咯，佢其实行山系串鸠人定系咩噶？即系你翻唔翻放风行？系咯，系咯。咪咯，哦，今年冇哈魯威，系咁好难嘅十月头啦，就快系啊，因为平日佢都系九月底咧，呢就已经开始成个月噶啦嘛，唔直头开啦，系啊，成个月玩紧噶啦，系啊，九月尾就全城哈魯威系一个月噶嘛，系啊，九月尾去到十月尾噶嘛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今年冇，唔会行山。系咯，亦都关海洋公园事。嗱，呢个我就唔怕讲啦。咁因为2017年咧，关于哈鲁威咧，就有单意外嘅，系啦，呢个系事实，有新闻嘅。咁就系玩哈鲁威嘅鬼屋咧，就有一位嘅人客啦，咁样就喺嗰个机动设施嗰个设定之后咧，因为佢嗰个系瞓棺材嘅游戏嚟嘅，吓咁咧照道理咧就系佢瞓完棺材，我冇去玩吓，佢其实仲要系试玩嘅阶段嚟嘅，即系咁样系指定某啲公司俾佢特别去试咁样。包场啊嘛，所谓嘅系啦系啦系啦，咁就我以我所知就话佢本来嘅设定咧就系佢瞓咗入去咧，睡咗落去之后咧系有啲员工去接应佢嘅，嗯。照道理就有員工去接應佢咁嘅，但系咧意外出事嗰時咧就冇人嚟，冇佢發現嗰個人就冇人理佢，
咁佢變咗自己走咗去另外一啲唔關事嘅基建嗰度，就遇上意外咁樣。咁就其實如果關於海洋公園就係、是、最近年真係最大單都係呢件，係啊，死人喎！你冇諗過哈魯威會死人噶嘛？係啊，嗰陣時好神色凝重嗰度，關於啲即係嗰啲機電工程嘅設計，即係你知啦，賴嘢啊嘛，咁咪、啊、出嚟話公佈翻俾你聽。是有冇啲咩人為失誤啊？嗰啲咁嘅嘢咯，總之好多要調查咁樣啦。係啦，呢個就跟住啲傳聞就話，又話瞓棺材唔吉利，咪賴嘢咯。係啦，呢啲噶嘛。咁而同時間咧，喺哈魯威其實係2000年開始佢先至搞噶嘛。2000年。係啊。咁早嘅嘞咩？係啊，就係2000年嗰時啱啱開始搞，所以今年冇搞，其實係連續19年繼續有搞噶嘛。斷咗。哦，係啊。原來咁早噶啦。係啊。點解我印象去到2005、2006先有嘅？好早噶啦，可能最早期嗰啲你未出嚟做嘢，未唔覺咯。我幾驚你話我未出世。係啦、啊。應該唔會。係零幾年嗰時，你係咪讀緊中學啊？仲中學。零幾係啊。係咯、啊。所以未咩咯？你可能未接觸個社會，冇留意咁多。係咯，讀緊中學啊。係咯。Sherry 就唔知喺邊啦，唔知嚇。啊，係喎！你呢樣嘢啱啱我都冇提翻添。Sherry 知唔知香港有個青龍水上樂園？你係咪要我講翻啊？咪後嗰個唔使，嗰個唔使。咩叫咩話？青龍水上樂園咯。青龍水上樂園又唔知啊，水龍徑水上樂園我知。點樣啊？但我哋兩個唔明咩係水龍徑水上樂園啊！真係，我大概知咩嚟，我知咩嚟，我突然間諗諗下。系啊，冇啦，嗰个唔讲。反而我惊唔到添，死啦！嗰啲下次上个节讲嗰啲啊嘛。系啊，星期四个大台。系啦，需要啊！哎呀，够啦。唔系啊，我啱睇翻啊。系。哎呀，瑜伽系你有年费，年票就80蚊，买就咁入去做埋瑜伽380蚊连埋个入场券。哦，即系年票嘅话就要额外再俾。系。如果就咁單次去玩嗰、那個就已經係包埋嘅咁樣哦。但係你都係唔知道個水上樂園係咩咧？係啦，唔係其實拍過好多戲㗎啦，不過嗰啲戲你都未睇過咁解。佢出咗世未㗎？係咯，嗰啲戲應該都未出世。係咯，有譬如啊，咪有一個摩登如來神像咯，大圍喎人話係。係啊，青龍水上樂園喺大圍㗎。系啊，嗰阵时大围有单车公园噶嘛，冇错，而家都有啊，冇咗啦。而家单车公园转咗喺大水坑啊，大水坑我屋企嗰边啊。O K， 单车公园喺大围嘅以前，系而家变咗做一个嗰个位置，变咗港铁站啦。系啊，近时系一个大片荒地咁样嘅，仲有咯。而佢拆咗之后系试过变成驾驶学院，驾驶学院都搬咗又系咯，咁样好复杂系嘛？咁嗰时。系咯，借住点解无啦啦讲呢个咩水上乐园？唔系，因为其实近时香港有好多个主题公园嘅，而家丽园系啊，丽园你有听过？但唔系啊，海洋公园丽园系你出世嗰年就已经执咗噶啦，最后一次入噶丽园啦，6月30几号。我记得海洋公园隔篱其实有个水上乐园噶嘛，系啊，系咩？海洋公园之前隔篱话起水上乐园噶嘛。唔系海洋公园系有水上乐园，系本身有水上乐园，跟住后屘又唔知点样重建，而家又冇咗噶嘛。系啊，咪嗰阵时又好似有个激流嗰啲，又系出过事嘅，又系出过事噶。系咯系咯系咯，好似前两年有去过嘅 Halloween 嗰啲，吓，但好多人，都好耐冇去过。我其实但系你有睇嗰个乜鬼？嗰个刘明伟嗰个咩工作报告咧？佢话咩啊？佢话会开翻水上乐园啊？咩水龙咩？唔系啊，海洋公园啊！啊，你去咗边呢？我争啲喷啊！哎，海洋公园去水上乐园删咗咩？冇咗好耐啦，冇咗好耐啦。佢话佢嘅工作报告就话俾你听，我会起好佢啦咁样讲嘅。刘明伟话，我真唔记得。因为有一段时间佢转咗好多嘢，变咗机动游戏为主啊嘛，咁样。但系水上乐园嗰样嘢，应该虽然都唔知咩嚟嘅。系咯，系咯，系咯，系咯。我又讲过啦，唔使啦嗰个。但系今日我哋就唔系讲水龙径水上乐园嘅，我哋系啊，即系我只不过提一下。
你知唔知有啲咁咁嘢嘅？我哋就因為咧，因為近排搞咩行山露營咧，係啲人一講行山露營就諗翻起嗰單都市傳說。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其實我嘅頭先就算講 Halloween 啊嗰啲咧，都唔係今晚嘅主題嚟嘅。係今晚嘅主題咧，係關於其實好出名嘅我都，嗯，即係嗰個傳說嘅由來已久，即係。因为其实海洋公园是1977年开始的嘛，1977年、即是我出世那年开始，即是我哋两个都不知道在哪度嗰阵。咁我是同年的，所以有好多次那些咩点样？唔系，有好多次那些叫做咩五周年、十周年之前种嗰啲咁样咧，就有啲免费的时候，我是可以免费去玩噶嘛？点解啊？因为同一年咯。哦，有啲咁嘅嘢噶咩？有噶。而家冇啦嘛。總言之，佢好似每逢五定十嗰啲先會有嗰啲可以免費去玩噶，好似都係一次半次嘅啫，但係咁嘅咩？係啊，即係除咗你每年生日啊，即係生日嗰個月係可以入去，係啊係啊，一次咯，係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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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咩唔係淨係生日嗰日嘅啫咩？唔係嗰個月噶。嗰個月去玩的，我記得是那日的，那個月的，我記得是，可能已經收緊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或者收緊了，只有那天，不重要啊，但是，是的，不重要啦，是的，原來你是同一年出世的，是的，是的，那就是那個傳說呢，就是其實在80年代已經開始有的了，80年代有的了嗎？我以為90年代添，80年代的了，但是正確年份呢，有很多的說法，有84啦，有87啦，即系你都搞唔清楚嘅，其实，嗯，吓，系咯，我印象咗九十年代，系啦，咁简单嚟讲咧，就系其实嗰个古仔咧就唔复杂嘅，系个传闻啦，传闻啊，系啦，就唔复杂嘅，就系有一架你知道海洋公园有电，系啦，有缆车噶嘛，系咯，啊，你都仲知有样缆车，仲有噶嘛，系就咩啊？而家佢有个新噶嘛。有个嘢系搭嗰架车可以煮一声就上咗去，唔使坐缆车噶嘛。哦，哦，哦，你话嗰条扶手电梯？唔系扶手，嗰个另外一件嘢嚟，一个列车嚟噶。系系系系。嗯，地狱快车。地狱快车。我记得哈罗威嗰阵系改装过。吓，类似呢啲嘢。快请我翻去屌。咁我讲翻件事先，讲翻件事先。就是有話說，就係有一年啦，即係唔肯定係84年定87年嘅，咁八幾年啦，係八八十年代某一日啦，咁就係啊，好誇張。但係人哋講俾你聽係海洋列車啊，或者係咯，哦，有人再補充翻，應該係當日啦，即係講關於生日嗰個可能係啦，咁係咯。咁然之後咧就係嗰單意外咧，就係有架纜車咧。就在那裡跌了下來，一家四口就死了的。嗯，是的。那從此就有個傳言了，就是人們呢是搭纜車的時候呢，就是望下去呢，就會在那個山林之間呢，就會見到有人揮手，一家四口揮手，是不是一路好走的那個？陰陽路啊，知陰陽路啊，古天樂咧第一集嗰度係咯，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嚇。咁亦都有人講咧，就係會見到叢林裏邊有嗰架纜車嘅殘骸，因為嗰陣好似有傳聞話佢傳出咗有疑似呢個跌咗個纜車落去之後咧，佢封咗個山噶嘛。係啊，唔係因為嗰封咗個山之餘，仲要揾個海馬嘅標誌去冚住佢。冚住佢。哦，呢個冇聽過。嚇，你竟然冇聽過？係啊，咁其實所以有個好巨型嘅海馬喺個山上吊噶嘛。佢係揾直升機吊過去噶喎，嗰塊海馬。八十年代有直升機吊過去。係啊，講到好誇張㗎。八十年代有直升機嘅。系咯，咁除此之外咧，系嗱呢个就系话有人啊咁样睇到啊，有啲人咧亦都有个传言咧，就系内部员工讲嘅，系就系咧佢有一次翻工嘅时候咧，
翻工。係有個員工啊，翻工嘅時候咧，要經嗰度，嗰度未開，即係未開俾即係未開而家行山。唔係啊，未開俾行山嘅時候，係員工都會要經嗰度先至可以上去某個位置咁啦。即係你當 A 去 B 點咁樣啦。咁但係佢哋唔可能坐纜車噶嘛。係。佢就變咗要行嗰條山路咁樣嘅。咁樣嘅咩？嚇！咁而行嗰條山路嘅時候，其實照道理咧，就除咗同事就冇人噶啦，係，因為係因為係你未開噶嘛，係咯。咁然之後咧，佢嗰個傳聞咧就係話，佢試過一路行嘅時候就見到個女人喺佢前面，越行越近，越行越近，就其實佢好遠咁樣迎面而嚟。哦，即系向佢行。系啦，佢亦都系向住嗰边行啊嘛。哦，咁就会咁样相遇。系啦，咁去到好近嗰时先发觉，咦？呢、這个人好生面口喎，但系两人擦身而过之后咧，佢咁样醒起，好生面口咩人嚟咧？一回望嘅时候就见唔到佢啦。吓就话传言咧就话佢第一个感觉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。當年架纜車跌落嚟嘅時候咧，一家四口嘛，佢係嗰個係啦，覺得嗰個係嗰個太太係啦，媽媽啦咁樣，即係依個係話內部員工傳出嚟嘅就係咁樣啦，係咯，咁個故仔其實就係咁啊，咁當時好緊啊，因為我都聽過啦嘛。系啦，咁當時有新聞嘅喎、可以出翻個圖，係啊，有新聞咧就係、是、澄清嗰件事嘅，好、有趣咯呢件事。係啊，因為近排又俾人炒翻咧，就係、是、啲人討論緊啊，你適逢呢個啱啱過完鬼節，又到 Halloween 開翻呢個行山露營啊，咁我哋會唔會見到當時傳言話係喺嗰度走嘅一家四口嘅靈魂咧？係啊，咪而家同埋話會唔會揾到啲殘骸啊嘛？而且佢的而且確就係話嗰個路徑啊，而家行山嗰段就係嗰個位置嚟啊。即系系咯，嗰、那个跌吊桥啊，跌缆车落嚟嗰个。咁啊，出下个新闻啊，系咯，呢个就澄清嘅新闻啊。系咯，大概就系咁嘅。海洋公园吊车安全，系游客乘搭大可放心。因为佢内文咧，其实系关于星洲咧一个星洲架空缆车意外带来恐怖联想。系啦。就是一个副标题来的。啲人咧就系当时咧就系误会咗一个系关于喺香港发生嘅事，就其实喺星洲嘅呢个新闻咧我喺网上面揾嘅，但系据报咧就应该系讲系华侨日报嚟嘅。华侨日报啊，嗱咁我执咗咯。系啊，而家冇噶啦，应该冇咗啦。华侨系咯，系咯，系咯。因為嗰啲就牽涉到有啲關於外國啲嘅華人嘅新聞噶嘛，可能咁樣啦。咁我唔知啊，因為即係執咗啦。嗰陣時咁樣，八十年代就有單咁樣嘅嘢澄清嘅。係澄清喎、哦，真係。係啦，咁而海洋公園本身佢都亦都有對呢個古仔咧有個澄清嘅喎。哦、即是他特登自己再出个澄清。是啊，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都有回应过这个传说的，即是因为他觉得你传得很大。是啦、啊、就说太多人不够胆。死这么多人、啊、怎么擒啫？封山嘛，话佢系咯，吊海马嘛。是咯、啊，咁样即是太离谱了啩咁样。他就话翻俾你听咧，嗰时有唔知边任啊嘅主席啦。系接边任啦，系啦，即系好嗰啲时期啦，简单讲就系、是，即系要可能要更新个海洋公园嘅营运嘅时候，要将啲过往嘅传闻澄清走翻出嚟。可能系啦，即系如果俾而家就系刘明伟走去讲啦。系啦，咁佢嗰阵时咧就话有一次打风，系打风吓，咁咧就紧急维修，其实系紧急维修啲缆车，咁然之后咧。其中一架缆车咧喺维修之前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打风嗰度咧个顶啊，个盖顶啊，就吹咗落山崖落下边。咁咧喺未清理之前咧，其实有开通翻。嗯，
所以啲人咧喺缆车上面经过嘅时候，下面有残骸咧，就以为发生过件咁嘅事。即系呢个系佢嘅讲法啦，都系吓、okay. 不可证实啦，都系咁讲。孰真孰假就大家自行判断啦。就系、是、当时就系有咁嘅讲法。就咁跌落去啊？系、就净系跌咗个盖啫，其实。个盖净系跌咗。但系喺佢再开翻嘅时候，俾人哋坐嘅时候，有人就见到有个盖喺度，就以为系个残骸未清理好，咁就误会咗啦。系啦，即系用佢官方讲法，就系误会咗，声称系啦，系咯。咁其实如果佢咁样合理咗，就应该之后啲传闻就应该冇晒噶啦。不如，但系就系、是过咗好多年啦，都系话见到，唔系过咗好多年。去到有网台的日子了、之前有很多人打上去说、我见了件事发生是了，有些很出名的，其实都不止一个节目是收过这个电话的，不过最主要的大家都估到是谁的，是的，因为我是不说啦，因为其实有很多可能同一个观众定是类似的观众打上不同的网台、佢可以打嚟我哋度噶，可以噶。你如果而家可以欢迎你26209634听开嘅话，你要打翻上嚟，打上嚟讲，系啊，再讲一次我冇所谓嘅，因为系咯，即系、就是、回应翻咁啊。嗱，总言之就有个女士啦，其中一个版本啊，而家讲紧系啊，即系仲有第二个版本嘅，其实都先讲第一个版本先，就系、是、有一个女士咧，佢就开补习社嘅，他就打电话上去就说肯定这件事是发生过。这么肯定？很肯定。很肯定、啊。因为他在补习社那里有一对姊妹在他那里翻学的，就是翻补习的。而在出事之前呢有提及过呢，即系呢件事发生之前，佢大家都唔知噶嘛，就听佢讲话，屋企人将会带佢去海洋公园玩缆车咁样，即系去坐缆车，未出发先兴奋啊嘛，佢系广告嚟噶，系咯系咯，就系佢系广告嚟，系咯系咯，去玩去癫，去系咯。个广告系上咗年纪先记得嘅，系咯。咁你睇衰如个头，系咯，拗大即系晒头。有机会俾 YouTube 你睇到啲广告，系咯，即系啲中古广告嚟噶嘛。系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杜丽莎唱噶嘛，唔记得。我唔记得呢个。咁佢就话好开心啦，咁预计咁样啦。点知呢个冇再出现过啦。系啦，真系佢两个生就冇咗啦，冇再出现过啦。咁佢有一次咧就其實佢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嘅，但系咧佢未唯有佢即係過咗幾個禮拜冇見佢呢對姊妹翻學嘅，咁佢就打電話去屋企人度啦。佢屋企人咧都唔係佢父母聽，就係第二啲人講嘅，第二即係好似係佢啲父母嘅其中一方面嗰啲阿姨啊，即係。咁样亲戚啦、总之呢一啲亲戚就接听佢电话就话，佢哋喺海洋公园过咗身咯。咁佢即刻联想到啦。系啦，就即刻唔系佢系有讲件事嘅，但系同佢讲嘅时候咧都话，嗱你真系唔可以讲俾其他人知噶，因为咧，嗰个亲戚咁讲。系啦。OK。但系佢又同佢哋讲咗，因为佢觉得可能。補習社問起啦，同埋咁樣，佢又透露咧，佢哋收咗七位數字嘅暗號費。哇！嗰陣好多喎。嗱，其實好奇怪噶，即係呢度其實都幾懸疑噶。無端端我話收到個電話，有人問起，佢最多咪話佢死 Q 曬，我仲要自爆自己啲嘢咧。自己啲錢咧。所以問好嚟嘅呢個地方，嗱佢就話七位數字咧，但係嗰個年代啊，七位又真係哇，好撚勁啊！八十年代。过百万喎、是吧是咯，你想想买栋楼不用、买几栋楼当年是吧，现在发到猪头那样，对，吃云吞面不知道几钱，就算这么发的话我无需要跟你说的嘛，对，其实是其实很古怪的，这个是啦，但他就听到这个电话啦，是啦，就是这样，所以他就打电话上去就告诉你真有其事，
好像很有理据咁。而另外一個傳聞，和應呢個傳聞就係都係打第二啲電話，唔知啫，都係啲網台嘅時候啦。就有一個後生仔，後生仔係啦，就話佢當年都係細細個嘅，佢同佢阿妹咧就去海洋公園坐呢個纜車。OK 嚇，咁咧。而好似係佢阿妹咧，當時咧突然間有少少唔舒服定係乜嘢咧，就讓咗俾一家四口上車先。哦。然之後咧，佢跟住咧先至上第二架，而唔係唔舒服，好似佢個妹咧中意另外一架係有唔同顏色啊。係有分色㗎。係啊，有顏色㗎。咁佢話想坐第二架有顏色嘅嗰架嚟緊㗎啦，咁就讓咗俾依一家四口嘅人。咁咧，佢就話咧，佢親眼見住佢，即係前面跌咗落去，係啦，前面跌咗落去。哇！咁他只是個孩子喎、啊。係啊，唔係佢同埋佢就話佢係咩啊？佢死過翻山啊！佢哋自己形容嘅、嗯，因為如果佢唔係咁樣嘅話，就係佢哋跌噶啦嘛。係啊，如果佢講呢個係事實嘅話，係啦、啊，所以佢打電話上去就係講就係咁。嗯咁樣樣就係因為我親眼見，所以就被震一劫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仲有其他嘅傳聞咧，係和應呢個古仔嘅，但係嗰啲咧就唔係講到咁親身去睇住佢。但係呢兩個講到即係聽講嗱，你一個就所謂嘅間接資料啦，一個就話我親身見到喎。係啊，係啊，親眼見到喎。係。其他嗰啲就係、已經係見到嘅就係、是、即係好似頭先嗰個員工咁樣啦，就話見到佢嘅其中一個嘅太太啦，然之後一開波，我哋亦都係咁講啦，就係、是、話有其他人望落下邊嘅時候，見到一家四口向佢揮手啦，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已經係講緊見鬼嗰個層面嚟噶啦嘛。係啊，但係佢呢個係好似講到好真實，我見住佢跌落去喎、哦。係啊，好勁咁喎。係啊。但是他口講啫，係啊，呢啲全部都係傳言嚟，咁你好難證實，你冇得證實嘅呢個就係啊。咁佢講到話真係親眼見到咁樣，咁啊變咗呢個傳咗好耐嘅故事喎。係啊，呢個話等翻幾百年後呢啲即係輾轉間就其實已經成三十幾年啦，唔知三十幾系咯，卅几啦，你知唔计数噶？系咯，卅几啦，卅几未够四十年嘅，因为我四十三啫嘛。系咯，你计到嘅佢七七年。系咯，系咯，系咯，咁佢八十年代中咁上下嘅时间啊嘛。嗱，咁就系呢个关于海洋公园嘅灵异传说啦，就系其实佢都有唔少撞鬼嘅古仔嘅，咁嗰啲就。好牽涉好後期啦，咁唔當係傳說啦，因為但個傳說就一定係佢跌落去又嗰下咯，係啊，嗰係咯，即係大家如果係咁，你要是相信的話，你又有興趣喺十月去佢哋嗰行山嘅，你咪睇下有冇，係咯，佢開唔開嗰段咧？据说就是关于那段，直头在那段路嗰度俾你咁样行。咁夜晚喺个路，佢应该唔开夜晚俾你嘅，系咯？唔系啊，夜晚有得睇星星噶。唔系，佢露营，佢开俾你自己露营啊？系，好似有得过夜咁、啊。哇，咁啊真系大家可以试下，系咯，即系实下喎。系啊，几好啊，添会唔会零探？冇有冇啲人去靈探帶啲嗰啲刀身膜啊，係嘛嗰啲，然之後係啦，有啲錄嘢咧，係啦，問下呢度係咪死過人？踢踢踢踢咁，定係再舊式啲喺嗰度玩呢個碟仙碟仙，係咯，唔係咁其實又咁講，近時啲即係呢個未必關於主題公園嘅事，但係近時咪成日都講啲荒山野嶺。其实本身都有很多山坟的可能的嘛。系啊，当你去七叔就知啊，行山系咯。当你去处理一个地方咁大区域，海洋公园嗰个范围、哦，一定有。咁分钟系会有喐动过过往 disturb 到先人。系啦，咁呢个都讲唔埋嘅，所以咧。我不排除那里有灵异的东西，可以不排除的，是的，就是，这么多年，怎么知道，是的，
他哋要点样呈现出嚟，亦都可以有他哋嘅呈现方法啦。咁样系咪先？咁系咯，即系大家就今日就听下究竟你信乜嘢咯。咁而下个月冇哈罗威啊嘛，佢哋系去行山，系咯，去行山，行山啦，系咯，睇下会唔会见到啦。咁我哋今日就差唔多啦，大家咁希望大家都知道。香港其中一个灵异传说都关于呢个主题公园，系咯，呢个但系原来我系发觉有人唔知嘅，系因为我哋勾起我要讲嘅时候都系因为好我喺我哋好出色嘅观众，好出色嘅观众都原来佢唔知，系咯，佢问有冇人听过，系我咁，然之后我同阿 wing 都系回复佢听过，有冇可能冇听过？可以嘅，可以未听过嘅，咁系咯，咁佢好细个啫。依一节就系话俾你听，大家如果听过嘅就重温下，未听过嘅就认识下，系咯，当新嘅古仔。香港原来系有呢啲古仔，系咯，亦都系我做灵异传说，都系个意思就系可能你未听过，系咯，咁样唔好俾佢哋消失，咁样大家听落去啦。咁系啊，呢个其中一个啫。其实海洋公园嗰啲真系死人嗰啲都未讲。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嗰啲咩月球飞车飞咗个人啊？系咯，系咯。喂，咁嗰啲有新闻报晒出嚟。系啊。系咯，呢咁噶。好啦，咁唔阻大家太多时间啦。咁啦，系咯，我哋听歌先。播咩歌咧？播《红楼梦想》嘅歌啦，梗系。系未买飞，赶紧买啦。今晚播《聪明女》啊。哦，《聪明女》好啊。出冇啦，试下出唔出到先。系啦，睇下出唔出到先。咁希望大家都中意啦，即系啲传说嘅嘢，如果听过嘅话，唔好嫌闷啦。系咯，即系咁讲。下个礼拜中秋节啦。系咯。系咯，食月饼啊。月饼。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就系中意就请公子食饼啦。请公子食饼。好啦，哥哥，下个礼拜见。人世终难定，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轻轻性命，生前心已碎，死后剩空灵，家富人灵终有个家亡，人生各奔前程，世上好一次，当有人三更醒。生前心已碎，死后剩空灵，家富人命中有祸，家亡人生各奔前程，枉费了已完完半世生。